刘毅啊，你要弄清楚我们这次回来是什么目的。终结地产只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口，而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我们通过打压终结地产，为的就是江海集团。在这些方面，你一向是深谋远虑。没问题，您只管部署执行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上次垃圾事件之后，还有陆海波违规套现，咱们不是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吗？我可以暗中帮你收购江海集团的股票。这个不用你操心，将来有你帮我的时候。将来什么时候？好钢嘛，要用在刀刃上，到时候我会提前告诉你们。顾总，哎呦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，我不正在说股票这个事儿吗？你不让大家伙把这股票给抛了吗？现在大家都不乐意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当然不乐意了、啊。现在的股市充满了诱惑，就像一只大肥羊，人人都想下刀子，散户们更不会抛了。还有顾总，你那个中间商机构不会出什么漏洞吧？就算是露出个一家两家的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？陆江涛再贼没有用，他是查不出来的。正所谓瞒天过海，暗度陈仓。顾总，我跟你说好啊，我对股票这事不太懂，你千万要小心，别到时候把我给卖了。你放心，你是我这次大计划的最大的功臣，我卖谁也不会把你卖了。那你明天还接得进吗？我当然不会进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怕陆江涛发现了以后跟我急了，会拿刀砍我。